搿搭是勿是就是可以讲是上脱国了，对伐？那人民广场不是上脱国是啥地方上脱国？对吧？对啊，对。你在哪条这里？我没听到啊。你跑到人民广场这个是啥？是吧？南市嘛，下脱国，嗯，啥个是吧？还有个广州。因为搿个地方出口便当，方便，吃物事便当，嗯，商店多，医院多。哎，但是亚叔啊，搿搭附近消费侪老贵哎，啊，老早勿去。老早勿去，我不去。老早去过，老早阿拉讲啥个三分四分啊，嗯，早上头就正好吃早饭，嗯，是吧？嗯，才几分，光几分的，老早在这里有得两个是。已经老好了，吃香了搿能样子，大部分人在这里得两个是，侬外头好去兜兜了，好潇洒了。嗯，侬外头好去休息潇洒了。我们老早看电影只有几分啊，8分、6分。嗯，搿能样子个，老早食品公司买物事1分、2分才好买。伊个辰光是计划供应辰光。哎呀，前头不供应个，后头自然灾害供应。自然灾害有。这个自来水调煤球调了，对对，侪要凭票的，侪凭票了，木调了，豆腐调了，啊，豆制品调了，米调了，侪搿能子来个，懂伐？哦，老早前头没个，后头自然灾害开始来个，侪凭票子了，侪凭票子了。那么两个煤瓶嘛，阿拉这种男个嘛，5斤两个，老，侪勿够吃了呀。像侬种小青年吃5斤两个够啦？那勿够吃，搿么哪能办呢？侬屋里向又是。没办法个呀，那么有种么是母婴，啊，饭量小，搞吃呢，嗯，搞吃呢，啊，大家平均摊个呀，到辰光大家分个呀，哦，对不啦？侬胃口大就跑这弄那，不然再跑，全部吃光，吃光人家不要吃。搿辰光两个孩子。那么亚叔侬是勿是可以讲搿块地方个，就是讲辉煌帮低谷，侬侪经历过个，对伐？我辣面头，侪是从小开始生长了搿搭，到现在70几岁，侬讲。从小开始生长搿搭，是勿是蹲辣搿个房子也要有眼身份了？侬前头讲个，哎，搿倒对伐？搿倒就要爷娘有点来道个，有点来道。侬没来道搿搭房子，嫁勿了，蹲勿了，懂伐？啊，老早一到天热是搿搭马路上侪坐满个，在城中央侪马路上坐满个，侪是居民对伐？侪是个躺椅了、矮凳了，侪是摆上了，侪搭好子侪。马路当中的，侪摆了马路当中的，直接到大到西藏路来要。哦，还是老马路上哎，可想是搿搭个人气是忙了勿得了，对伐？没啥个马路上车子大些。现在谁车子呀？坐好了，陈东梁阿东侪坐好到搿能。啊。侪坐到当中来了。侪辣当中。没车子来了。侪是当中，没车子呀。没像搿种车子经过没个，对伐？南边有两部脚踏车。南边两部脚踏车。搿边有脚踏车人进，所以应该有钞票。嗯。对吧？嗯，人工没在走呀。对个，所以讲，马路上才不要进，还摆了马路。因为我也经历过呀，老早小辰光搬着躺椅，是不是弄堂门口头？啊，算，有辰光阿拉娘帮我弄只西瓜，啊，对啊，吃吃对吧？啊，吃吃啊。老早没加热，屋里向又没空调个了。老早没加热。老早是没现在热。空调没加热，没加热了。老早阿拉娘比搿搭，搿到辰光到天气好点，比较上去了。嗯，算，嗯，啊，还不是。我有辰光记得我天热，我就困了弄堂口的。对，我记得开。哎，那辰光人家那些人多啊，热啊，什么侪困了马路上啊。啊。搞被，搞铺嘛。对，吸气吹吹。啊。也，有的人么呢？叫两下，叫人。对。对吧？是搿能介，是搿能介。我来么吸出来了，伢子么就困。啊，对个。这个小阿拉侪看到，哪是现在没啥好叫看到。因为搿搭地方侪方便，侪方便，吃了、用了、打了、走了，对个，四通八达侪有，交通也方便。嗯，侬想到啥地方去啥地方，对伐？对。我前头跑外滩，对伐？嗯，是伐？嗯，跟黄浦江，嗯，阿拉外滩也近个些，嗯，黄浦路走过去了，对伐？侬跑，侬跑南京路下头跑过去两，更加近了，是伐？是啊。跑远路就搿搭，大世界就再多，人民广场搿搭，勿是侪近伐？基本高头一年好白相嘛，是娱乐设施，侪辣搿搭，侪辣搿搭。医院、吃个饭店，嗯，国际饭店、华侨饭店也侪辣南京，对勿啦？嗯，也侪辣这边，新阳，啊，是侪辣对勿啦？嗯。所以讲搿只地方老房，地方大，地方。葛末为啥就是讲像阿拉小青年哦，就人家谈到黄浦区，侪觉得静安区，我也勿晓得啥道理。
前一天呢，我看到房子结构好，房子结构好，哎，嗯，现在嘛，前一天嘛，可能啊，搿种叫人家外国人开个店来种咖啡，吃咖啡，哦，吃咖啡的地方，对不啦？对啊，对啊，搿种嘛，侪是啥地方吃咖啡的？搿种嘛，啥个应该吃咖啡，搿么侪搿面的。人家讲啥吃咖啡到黄浦区吃咖啡有伐？没个呀，没个呀。对，消费层次一米多高。哎，对。嗯。现在来讲，嗯，是吧？同意。嗯。像其他位讲起来，哎哟，对个，对啦。商场多呀。商场现在有了，南京嘛就中百公司、永安公司、上汽公司，嗯，对不啦？就搿几百公司一直到。要说人家讲南京路高头卖衣裳侪骗人啊！骗人家外地真人，啊，就老骗人家，就那个记录，记录，记录，记录啊，记录，记录，记录啊，记录。